这三位监事的名单，大家再次的掌声，恭喜。有请师父，这是代表我们义觉园学会的印信，也是代表着这一份弘法立身的责任。心如琉璃，借由这颗沉静的心，带领着协会从最零开始的基础，一步一步的往前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亦皆当成佛。哦，这时候是不是要把我们定位在未来成佛？也不竟然要这么没有气魄。哦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即是一，不是三。